年8月15号的台湾鸡呀。台湾都已经著名了，有没有？鸟类扑克牌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没有危险，可怕。噔噔噔。毛毛虫诞生，第30号，准备出发，打败谁谁？准备打败敌人谁谁？1号被解决。哎呦！你们投了炸弹呐、啊！你看，叮叮叮叮叮，敌人水水已被战败。是怎样？还用胶带，爸爸，你看，他用胶带这样子，捆得成这样子。我变成一个宝宝了。还有很多喵皮是毛毛虫肉。我会看到很多的毛白色毛。台北市野鸟学会的，总价是210元。150加60运费。再来，伸出你的指点。再来要请我们的爸爸帮忙把这个外包装起来。行，里面就可以了吧？不行啊，这没有一个。暴力玩偶。暴力小可爱。哎，外包好好看哟、哦，好漂亮哦。哎，哦，你看，等一下，你看是 K 牌，五色鸟。我这是白头鹰。常见的五色鸟说起，好，那我们先介绍它牌扑克牌的特征。首先呢，你会看到这个台湾特有鸟类，然后上面写着摄影陈叉叉。好，那首先呢翻牌，我们这次看到的是五色鸟。然后它这里还会写个特一点 SP，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这两个角就会标识它是什么牌。那我们现在翻到的这个是 K 牌。好，那我们先洗牌，我们来玩一次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鬼牌。喂。好，那这个是妈妈养的，然后这个鬼牌。还找不到其他鬼牌。台湾特有鸟，不要忘记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是训片，下次见，拜。还要去。